饼吗？这都是属于宝特瓶的哦。不要想你失去什么，请看看你拥有什么。汗水滴落，风雨中开出花朵，小小关怀人海里汇集感动。起来，病人要创啥啦？是不是仔仔破病啊？妈，仔仔无代志，伊伫阿妈遐。恁来这来这，无代志莫病。妈，病哦是让破病人变健康的所在。我带你来看。娘啊，这骨折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嘞！妈，这娘啊，这骨折哦！这骨折，这骨折，啊，唔过妈，啊，这人个呀，啊破病的时阵，然后医生看，这病唔只会好。妈，啊爸啊破病，你要回去看医生无？我不爱啦，我阿阿唔是阿尼啊，我不爱回去看病，我不爱回来病啦。妈，妈，你们偏偏的，他竟然说俺呐自作主张，不尊重他。还在外人的面前啊，跟俺大声咆哮，真是烦呐！到底是先要他，还是先要俺呐？对，真的烦的，我支持你。像我那管他事业的什么，我当同事面头我真安慰哦，唔敢请车。现在大汉了，我估计我应该十外岁了，反倒等于来教训我。喂，拜托哎，跟我讲到安尼，我是关心你呢。哎，俺也是关心俺的儿啊。哎呦，好早啊！无要紧啦，教训久了就变成习惯，习惯就成自然啦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习惯，俺可不习惯。想当年啊，俺可是一个连的连长，没俺的允许，谁要敢放个屁，那就是不想活了。赵伯伯，可是赵光他不是你的属下，他是你儿子。哎，还不是一样？哎。赵伯伯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你对你的手下可以直接命令，可是对你的儿子，你们要相处就要好好的沟通。对了，赵伯伯，亲子关系哦之间最重要的是沟通啊。对，你虽然是好意，然后没有沟通就变成误会了啊。用心画画，要把我阿赶去医院。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等等等等，乖啦，我叫你去动了。哎呦，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用心他没有那个意思嘛。他画画，他要赶你去医院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好了，好了，你看看，又是一个被自己孩子气坏的马。你看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、啊。哎呀，你这话说得好。Honey, I know you're ill, angry about all of this, but can you try to talk to your father again? Why do I need to talk to him? He is the one who has problem with communication. Just listen what you're saying now.You don't want to talk to your father. Fang.
外面啊！阿英啊，是你不让永兴睡在里头的，所以呢，我只有陪着永兴在外头睡了。嗯，不啊不啊，你睡哪里哦，就睡哪里啊。嗯，不要给永兴。哎哎哎哎，你不能进去！妈，要爸！妈，我们今天要露营啊！对呀对呀，你还记不记得？ 小的时候，我还带你们到山上去露营，好玩吧？记得，我记得山上满天的星星，好漂亮哦。嗯，那天晚上我都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嘞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重温儿时的回忆啊。嗯。哎，不爱了，你慢叫我哦，去朋友，你在山里去困呐。 我把好利口，妈，爸，在妈的世界里，一直只有你，好像都没有我的存在。女儿，从你念完了书离开了家，这么多年来。 阿英，她一直在想怎么样保护她自己，所以对你，她会比较疏远一点。阿英这么依赖我，因为她知道我是那个永远都不会离开她的人。女儿，有的时候，你要站在你妈的角度去想想。 他真的很害怕，我会死在医院里。这我知道。你有一个阿英这样的妈妈，真的很委屈你，请你原谅，对不起，爸。 不要说这些话，不要跟我讲对不起。你放心，为了你的健康，还有妈的未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找个方法和妈相处。我相信，有一天，妈一定会愿意依赖我的，好吧？ 爸爸 to eat dinner, and you can talk to him again nicely. He has no respect for people. I even have no appetite eating with him. Baba, we together go eat. 敏雪儿，他对长辈不礼貌，跟他吃饭会影响消化。No， 敏秀了，你这样不是说话不算话吗？安娜有说话不算话了，安这是关心。哎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安的孙女儿，安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关心权。她肚子里是我的女儿，哎，我都不担心了，你就别管了吧。哼，安管不动你，管她不行吗？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耶。你永远是安的孩子，永远不会比安老。
啊，当爸爸就可以理直气壮主宰孩子人生吗？是啊，我是啊。好了了，好了了。俺啥时候住在你的任省了？当年出国是俺一个人决定的，那你偷偷帮我安排面试又算什么？俺老了，俺渴望一家人能团团圆圆，俺渴望含饴弄孙，难道也错了？我们当然可以一家团圆，你也可以含饴弄孙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要帮你整理行李，整理心情，然后接你到美国和我们一起生活。是啊，到美国啊？对啊。到美国干啥？俺的朋友生活都在台湾。我从小听你做主，你现在年纪大了，一个人在台湾生活这么辛苦，当然轮到我陪伴你照顾你啊。我们在美国的社区也住了很多台湾过去的老人家，你在那边肯定可以交到新朋友的。哼，谁告诉你说俺生活辛苦了？又是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到美国也给俺找朋友啊？你问过俺了没有？爸，哎呀，老赵，你儿子跟你呀，真是一模一样。这不都是自己先做决定的吗？他真是有你的血统哎。对了，赵贝贝，其实哦。你们都很会为对方着想，为对方关心呐、啊，只是说出来的话哈都太强势了啦。So, both of you okay? Can we go eat? No. 这对父子啊，根本就是一个样。蜜雪。赵晨报道。赵贝贝。Hello. Oh, Michelle. You recycle? Yes. Yeah. Okay. Follow me. 好。小心小心。来。请。老赵啊，你儿子跟你媳妇要不要留在台湾？还是你要跟着儿子媳妇回美国去？俺这个老爸做的有够窝囊的，不管啊，他是留在美国工作，还是和蜜雪儿结婚，就没跟俺商量过。俺要跟着他到美国，你们想一想，麻烦大了。赵伯伯，其实赵光他对你很关心呢，我看呐、啊，你就啊，身段换软一点嘛。没办法，俺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军人。从来就不懂什么叫软。奇怪啊，后生也不是冤仇人啊，见面干嘛你死我活啊？我，俺都几岁的人了，要俺身段棒软，不如啊叫他改。哎，李炫，过得，谢谢。哎，李炫啊。米歇尔，啊，我们东方人呢有一个节日，它叫做中秋节。阿娟师姐，麻烦你跟米歇尔说一下。我是中秋节啊，米歇尔，台湾，moon， cake。哎呦，拜托哎。你英语比我两公啊！你爱讲英语跳舞。Monkey， 哼，你知道吗 ？Monkey， 你有 ？Monkey， 伊知影呢，伊讲哦，是不是恁食月饼？哟，哎呦，可以通哦。通哎。老赵，哎，中秋节就是月圆人团圆。看这个中秋节，你就到我们家来过，好不好？
哎，行，谢谢你的邀约。加油！OK。哎，米线，来一瓶。OK。来，老弟，你看。 丽雪儿跟阿英语言根本就不同，也能想出，真是有意思哈。米歇尔，他对东方节庆一直很感兴趣。我们在美国唐人街有带他体验过新年，还有端午节，但就是没带他体验过中秋。连长伯，哎，谢谢您邀请我们来过节。我要谢谢你们，你们来了以后，我们家的阿英都已经忘了。 跟他女儿闹脾气，永信对他妈真是有耐心，难怪大舅都说，生女儿就是你这辈子的福气。小广，你也是啊，有夫妻之人呐。女儿撒娇、温柔又体贴。爸，你现在是后悔生了我这个儿子吗？<笑>你知道就好。 俺真是挺遗憾的，这辈子啊，没有女儿。你说的是什么话？生男生女都是一样，俺这儿媳妇就跟女儿是一样的，乖巧贴心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俺的福气。<笑>这倒是真的，米歇尔他脾气其实不小，在美国也会跟我吵架，但这次回来却处处救着你。 看来我们东方人的孝道，他学的比我还深刻。老赵，你真得好好谢谢你儿子。虽然他结婚之前没有跟你报备，他真的给你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媳妇。你应该相信赵光他为人处事了。是啊，父母心中永远的孩子，他还是会长大的。 赵光，你有没有考虑回台湾来呢？还是说你在美国的事情会发展得很好？对啊，我在美国的工作很能发挥我的专长，老板很器重我，薪水又比台湾多两倍，再加上我老婆是美国人，所以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回台湾工作，倒是希望可以接我爸到美国和我们一起生活。 你看看，有这么一个孝顺争气的儿子，不比女儿差呀。可是，俺不会说英语，朋友又都在台湾，俺现在每天啊都到环保站去当志工，生活充实的很。到美国，俺能干啥呢？难不成天天待在家里等死啊？到外头赏月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长头发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月亮哎，嗯，就是脸啊。哎，女儿啊，把那个凳子搬过来。好。来来来，帮帮忙。老练，哎，大伙都在赏月。 你打这盆水泡脚，拿这盆水来，是给你们赏月用的。老赵，你抬头看看，这是台湾的月亮。啊，好大，好漂亮哎！啊，月亮就是月亮，为啥说是台湾的月亮呢？因为这水盆里的水是美国的月亮。 是啊，水盆里有美国的月亮，俺看一看。啊，sorry, I just wanted to see the moon of America. 赵光，他说啥？他想要看看美国的月亮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先看，是你家乡的月亮嘛？After you. Thank you. So beautiful. 我还看了。
什么美国的月亮，跟天上的没啥不同啊？对了，你说的对。当然，美国的月亮跟台湾月亮没有什么不同。既然儿子有这个心，那你就跟儿子到马路去住。如果想念台湾的话，你就抬头看看月亮。 你们看，这美国的月亮，这轻轻一晃啊，它就碎了，不完整了。人在异乡也是很脆弱的。尤道士，月是故乡的愿。老赵，给彼此一点时间，破碎的月亮也会慢慢趋于平稳。 显得完美无缺。等一下，你再看看水盆里的月亮。哦，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哦，月亮哎，好怀念啊！我记得我小时候。 每到中秋节，爸就会打一盆水，让我们这样赏月。我都还会把手伸进去捞月亮呢。阿英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水盆里头有你最爱的一个人呢。家庭的圆满需要讲话温和轻柔，态度谦逊亲切。 才会当让互相的关心传达到对方的心内，造成爸仔囝强势态度，负面情绪的口气，连带让关心变成冲突。连长波有啥物妙招，会当帮助赵家爸仔囝达成一家人团圆的共识呢？下一回请继续收看《欢喜相逢》。 心打心，有你伴我伫这，春夏秋冬，不惊热，不惊寒，为着你的人间欢喜相逢，快乐不免用钱买，欢喜不免死。